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电吉他暖身操，我是小 B 翁光伟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双音。好，那什么是双音呢？双音就是两个音一起弹。那吉他常用的双音有三度跟六度，那当然你也可以弹四度或五度。那我这次的 solo 使用的是六度的双音，然后都是用降低小调的音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熟悉指板上双音的位置，先来看看一三弦。再来看二四弦，以上的范例呢是方便让你们了解双音的位置。那双音可以分开弹，也可以像今天的例句一样是一起弹。那这次的例句呢只用到一三弦跟二四弦，剩下的你可以自己去尝试的找出来。马上来看今天的例句吧。今天的例句除了双音之外，还有上周教的滑音，借着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复习一下哦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电吉他暖身操，本节目是由 NewX 赞助播出，拜拜。